OK， 就今天武岭，那原本预计会在金轮那边吃个早午餐，评价还不错的早午餐。不过今天金轮跟大鸟那边，因为台电的施工工程的关系，所以就全部都停电，只好临时找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地方吃饭。当然就是后面这一家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带大家去看一看。它位于台东市区的太麻里文创咖啡，它算是一个仿日式建筑啦。那网络上的评价还不错，而且其实整个环境看起来也还蛮漂亮的。菜单就一般的轻食咖啡店，环境算不错。那而且算是在闹区里面，车子停其实还 OK 啦，绕一圈就有停车位，而且蛮特别的，就是店里面有猫哦。发现猫咪骚扰它，咖啡厅就是适合玩猫，先陪跑是。棒子就不拍了，有带到就好，一试一试就好。今天会沿路一直下，就是那种地板上是干的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小雨滴飘进来这样。那出了台东市之后，那雨才地板才会变才是变湿的，然后雨就一路越下越大，雨站了大概五个小时哦。一定要拍车啊，车怎么可以不拍？那明天早上再拍好不好？我懒得下去了啊，我今天洗澡了，就先这样吧。第一天。雨战，明天希望应该不会了。OK， 就先这样，拜拜。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沿路雨都没有停的啦。这个，你看这台精美的灰黑色阿鲁，靠北，最新2021的最新配色，前车泰罗斯外加灰黑色那种渐层涂漆。水泥灰，水泥灰，对，水泥灰，水泥灰，真正的水泥灰，真水泥灰，对，啊、迷彩包膜之后就比较看不出来，反正都一样，就是这个颜色。啊，靠北！啊，有啊有啊，土厨这边比较惨一点，好棒，羡慕有土厨。土厨这边好一点。对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间旅店真的不错，如果各位车友有来的话，可以来。跟大家询问一下，有停车空间，那老板人也不错，重点是价格也相对的便宜。希腊手作旅店 ，OK 啊，出发武岭。狼狈雨战，走了。走了。
们到了武林。对，从太鲁阁上来，一路都在下雨。什么叫做历尽沧桑啊？玩土啊！一整个就像在玩土啊！哎，蛟龙，恩恩，哎呀，眼神死吗？腰痛，腰方快爆了。这跟我们说，没事，不要买跑车。刚一路跟他换车骑上来，也才半个小时哦，超过好不好？半个小时之前，我们官员之前 ，OK。我昨天也撑了12个小时，官员之前我们就换车。我昨天。一路官员再休息一下，我昨天骑了12个小时了，不要这样，然后再骑上来 ，OK， 十二个小时了，没事，不要骑跑车，不是，是不要骑跑车上五里，没有那个屁股，不要吃那个泻药，很可怕的。跑车就是去力保就好，不要来五里，跑车还是下赛道就好了啦，哈。暂停留军舰农场，等一下要直接出发，闪人下台中。OK， 就先这样，拜。因为在飘雨了，赶快跑吧。莫名其妙，好像跑到一个台中的著名山道里面来了。猴子，136县道，不知道这边算不算是跟139有什么关系啊？超多只的，干。很嘴，超嘴的。但每个琴角都比我大哎，吓死宝宝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大概还有十几公里啦，那就录一段136县道来看看吧。OK 啦，先出发。
OK， 刚刚大家看到就是今晚住的旅店还不错，台中的心动银河旅店，算应该算商务旅店吧，但它也有亲子房。整个今天住一晚两人房，然后两张单人床的商务套房，一个晚上2800，不算贵啦，因为它地点在台中中区，也算是一个蛮热闹的闹区。它接近公园，可是这边好像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边应该是在后站那边。那这应该是旧的旅店或是旧的大楼，重新拉皮整建过的。那今天早上就在旅店里面东摸摸西摸摸，因为在外面在下雨，都拖到了9点多才从花莲出发。原本想说等到花莲已经雨停了，应该还好。那看气象云图，以为上山会好一点，结果到太鲁阁加油站，雨又变大了。那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没有停，雨就一路算也不算大，但是就是地板上沿路都是湿的，然后你不穿雨衣一定会全身淋湿的那一种，大概淋个20分钟全身就会湿的那一种，就一路从太鲁阁加油站一路雨站到官员加油站，官员加油站那边雨就变得比较小一点点了。不过从官员再上去到那个五岭停车场那一小段，其实断断续续还是有在下雨了。那整个路程将近有1/4的路程都在浓雾里面，今天骑起来真是超刺激的。前面有车，后面也有车，那地板上。全程地板当中都是湿的，然后路边有很多落叶，然后还有一些看起来疑似像青苔的地方，然后你一直都在浓雾里面，那浓雾真的是大到看不见。如果各位有去骑一些山路遇到浓雾的话，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吧，就是那种你基本上能见度只20-30公尺啊，你就超出去你根本看不到，那你速度也开不起来，你也不知道你人在哪里，那路边尤其是五岭的路。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标线，所以你也没办法看标线说你现在正在路面的哪一个区段，所以今天骑车其实还算蛮刺激的。不过还好，过五岭之后到五岭停车场的时候其实就 OK 啦，天气就放晴了，就是阴天这样子，就那边拍拍照就一路就下来。那到清境农场休息一下吃个饭的时候，有被雨滴到两滴吧，就还好没有再下来。那就想说可能会下雨，也就没有在那边停留了，就直接到地理中心呗拍个照打卡完，就直接往这边。不过算是蛮好玩的一个点，就是好像中间有跑到，因为 Google 地图导航，那把我导到136线道里面去，那边还不错，还蛮好骑的。今天骑了一趟136，那第一次初体验还不错，那。地板有点湿，但是还好，我觉得还算是干的。那136的车友其实素质真的还不错，超厉害的，很会跑。那路线也抓得蛮准的，也整趟其实136也蛮长的嘛，136从头跑到晚其实蛮长的。整个跑完之后，沿路对向车他也都没有吃到中线，其实离中线都有一段距离，而且。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因为136的路不宽，路幅不宽，可是那边的车友不管是四轮二轮，其实他只要从后照镜看到你接近了，那也接近你接近他不用太久啊，他发现你速度比他快之后，他其实就会直接打右转灯，然后靠边让你过。对，这一点真的是目前山路骑来骑去骑这么久的以来。少数直接在山道里面遇到的每一台车都会让，那真的是蛮神奇的一个体验，所以136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很赞。那只有在尾段要出来的地方，刚好有看到警察好像有挂黑箱，然后对向车友四轮对向车友直接闪大灯，那我也给他回个招呼，那他也有88回礼啊。虽然说骑出去之后我也跟不到黑箱放在哪里就是了。不过也很感谢那位车友，
就提醒大家少一张罚单，因为要不然限速40，我基本上刚刚在那边还没减速时速，应该被扣牌啊。对，我觉得应该会被扣牌，如果没看错的话。OK， 明天就看怎样吧。明天整个的五岭行程应该到这边就结束了。明天就是一路六一吧。对啊，就六一走六一一路回家。后面这一段应该没人想看了吧？就无聊的大直线六一，所以整个影片大概只会到这边而已啦。OK， 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